请问指挥中心在5月15日双北升级三级警戒的时候，表示万华的茶艺馆、华航机师诺富特案的病毒序列相同。不过市长多次表示机组员3+11的政策问题。那么会不会认为昨天石崇良次长表示这一次的疫情破口在万华是在甩锅台北？万华存在那里哦，已经好几百年了。今天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哦，我想也不是从外太空直接就掉在万华，所以我倒觉得这样了哦，在目前疫情还相当严峻的状况，你知道哈，也不用再推这些责任了。那我也认为，石崇良其实我跟他也算是熟识了，我也认为他现在也认为他自己失言了，所以他想要被我再把他病历砸第二次。OK。